叫肖佩文，大家都叫我 Jenny。我是90后的，我在泰国地产工作，在招商这个团队引进一些新的品牌，还有做一些日常的营运跟物业管理。Jenny，Jennifer，Hi guys，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人呢？我是香港人。Have you been in Asia? No, I've only been here since July. Oh, okay. I was working in Guangzhou for a while. Good time.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香港生活然后就到大学的时候就去了英国那边。我本科是在伦敦大学院念机械工程，然后研究生就在剑桥大学念一个叫 Management Science 的一个学科。其实2013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宏观的经济这个感受，特别在欧洲还有英国，其实不是太好。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背景还有我的 experience 吧，其实我回国我工作其实机会也会比留在英国就更大。还有我觉得国内的那个感觉还有感受就比其他的地方更有活力，还有其实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中国，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工作就会拿到最好的机会，还有认识到就是最有创意还有最有能力的一批年轻人吧。我在内地最大的收获就是扩大自己的圈子，朋友圈。我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就说他会带我去参加一个三项铁人的一个比赛，就在2019年。对，所以现在要很努力的去练习。我觉得这里好像比英国还好，因为其实英国其实蛮冷的。我觉得今天天气挺好，然后空气也很好，因为蓝天白云。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真的很快很快，就是很多现在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互联网的一些，真的5年前是想象不到的。对，内地吸引我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对新的事情都是很容易去接受，还有去尝试。5年前，标签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